空观跟中观是一样的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讲空吗就是没有，讲中吗就是中道而行，为什么这个空跟中其实是一样的？我们要讲的中观或者是中道呢，本来这是啊释迦牟尼佛在原始的经典里面就讲到啊，讲中道观，就是不苦不乐，不要偏于苦，不要偏于乐，那这就是中道。还有呢，如果说是中道的话，这样子一讲好像就变成了走骑墙的中间路线了。是啊，不走苦的，不走乐的，那在中间，那中间究竟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说左右逢源，一边站在苦的这边，一边站在乐的边，就是站在中间，或者是把苦的乐的统统抛开，我站在中间，不苦也不乐，不苦也不乐，这也蛮好的。哎，在原则上不苦也不乐，这就是中道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不彻底，不彻底，因此呢，更进一步啊，要讲中道观。那，讲的最好的呢，讲的最明确的，那就是龙树菩萨。印度有一位龙树菩萨啊，他写的一部论书，叫做《中观论》。中论的《中观论》的颂，那他的弟子们呢，就把它解释说明啊，变成了一部《中观论》。那么这里边讲的非常清楚。他这个讲的就是呢，不左不右，也不在中间。那在哪里？就是空。就是，但是呢，不左不右，不在中间，但是呢，有说左也有的，右也有的，中间也有的，就是自己没有占一个任何一个位置。自己不占任何位置。着力点在哪里呢？着力点还是在左右中间，不过呢，自己不占位置。为什么？自性空。对，这就是现象是有的，现象都有，自性是空的，自性是空。我是空的，我自己，不要自己啊，一个主观的立场，占于左，占于右，或者是占于中间，自己没有主观，纯客观。所谓纯客观，其实世界上啊，纯客观的事情是不存在的。是，只要你认为纯客观有一个什么纯客观的对象，好像我是站在纯客观的对象来看一样，是真的是纯客观吗？不可能啊，因为从心理学上说，你的认知就是主观的。是，所以这样子呢，他就要讲没有什么主观，没有什么客观，超越于主观也客观，这是还原到左就是左，右就是右，中间就是中间，就是我不进去，这就是自性空，我也空。这个呢，中道观的一个主要精神。另外呢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种思想。积极的思想。它的着力点是啊，左、右、中间是着力点呢。尽量的不靠左，不靠右，但是一定晓得左，晓得是右，很清楚，善与恶也清楚，这个左与右也清楚，什么都清楚。那么中间呢，这条路啊，是啊，就是不左不右的中间路。但是他呢，在这个认知之中啊，一直的不是否定，一直的呢把它拨开，有，但是呢跟我没关系，有跟我没关系，有跟我没关系，有跟我没关系。可是你什么都是没有，什么都是不管，都跟我没有关系，那你还会去努力什么呢？
努力是有，就是往前。嗯。那我知道这是善，这是恶，我也知道。嗯。但是呢，我不执着善，不执着恶，不偏于善，也不偏于恶。不偏于善，不偏于恶，但是呢，我一定是啊，众生认为的善，众生认为的恶，以众生的这个什么善为善，以众生的恶为恶。那师父这样是不是就是又没有是非，没有真理了？不是啊，有啊，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。嗯，什么这个就是真理？真正的真理是没有的，这世界上真正的真理是绝对没有的。嗯，只有临时的，多数的人的暂时的。那师父这样子啊，有一个在比如说在中南不是在东南亚有一族人，他认为脖子弄得很长很漂亮，他就一直从小孩生下来就给他弄，那他们那族的人，那对他们来讲这就是善，那我们也可以同意这就是善吗？也许你可以改善他。嗯，你可以改善他，加个因缘进去。嗯，你穿的衣服就跟他穿的不一样，但是你不能够马上一去就说他那个是错的，那你要说他是错的，你大概你就没办法生存了在那里。嗯，但是呢，慢慢的慢慢的你用什么方式可以改善它，说没有主观的东西，没有主观的一定判断它是错的，不能这样子，以大家的意见，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，那一直努力的在奉献中，奉献给谁？奉献大家以为好的给他奉献，大家以为不好的给他改善，这就是中道。这就是中道，永远永远没有止境的说是什么叫做最好的，什么叫是最坏的？没有，好与坏往往是互动的，是善与恶往往也是啊，对称的，不能够是说有善，完全只有善没有恶，完全没有恶的话，这个善也不叫做善。是，谢谢师父开始还没讲完。是，对师父的中道观呢还没有讲完，这中道观如何运用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又怎么样进一步的去理解它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